土种是马来西亚一个繁华的城市，以其多元化的人口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。这一文化遗产的一个方面是位于该市的许多华文小学。今天我们将介绍普种的部分华小名单，总共时间 SJK 中韩明、 SJK C 新民、 SJK C Yak Chi、 SJK C Loden Harcroft 华小、 SJK C 新民、 SJK C Shin Chan Harcroft、 SJK C 庆之华小、 SJK C 新民十四辈普种、 SJK C 韩明二、 SJK C 子文。这些学校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，特别强调中国文化和价值观。学生可以期待在身临其境的中文环境中学习普通话和其他科目，并参与舞狮书法和中国音乐等文化活动。这些学校中的每一所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，从现代化的设施到悠久的学术卓越历史。如果您正在考虑让您的孩子入读普种的一所华小，我们鼓励您对这些学校中的每一所进行研究，以找到最适合您家庭需求的一所。有这么多优秀的学校可供选择，您一定会在普种找到一所华文小学，为您的孩子成功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让孩子上学和返校可能是一项耗时耗力的任务，这就是为什么确保附近有华人小学很重要，尤其是考虑到每个孩子通常至少在同一所小学上学六年。如果您在寻找这些学校附近的房产时需要帮助，请随时给我发私信，我位于普种，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。